指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是在别人的，就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。53点，诚实面对你内心的毛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，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执魔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，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3件事，自欺欺人，被人欺。56点，最大的骗，别人能骗你衣食，而他却会骗你辈子。57点，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，汝一度，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，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他的事也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59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没人亡。60年，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，如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51年，你妄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，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。